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感谢主，今天可以一起领受主的话语。我们这系列是讲基督教或者圣经最重要的信、望、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今天会讲第四讲，信心的诗篇，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在这之前，让我们先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留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的教导。在这个时代，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你加给我们信心。在一个人们混乱失望的时代，求主加给我们盼望。在这个世界上，像爱的沙漠那样生活当中的人，求你加给我们爱心。我们何等需要你，求主使我们的眼光能够仰望主耶稣，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仰望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更加仰望主耶稣你的复临，使我们能够快快结束这个罪恶跟死亡，让我们能够进入主新天新地，有意义居住在其中。谢谢你，我们需要主特别的帮助，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有亏欠的。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你普天下的教会，在现在能够兴起发光。恩待所有在软弱、痛苦、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力量能够站稳，能够得胜。谢谢你，我们需要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阿门。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一般被人称为信心的诗篇，信心的诗篇。我想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要了解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受众的一个背景。据谁写的？我们教会基本上是相信保罗所写。虽然我教过保罗书信，我只讲了13封书信，这个希伯来书我最近前两天，第一天我读英文圣经，从第1章读到13章。昨天我读中文圣经，第1章到13章。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上帝话语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呢，一般现在普遍的认为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怎么样的犹太人？他们一肚子已经怎么样脱离了犹太教，已经信奉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呢，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呢，他们偏离了福音，甚至于在信仰上有倒退。这个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开始就很清楚，这里面讲你们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遭各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这个抢去，也甘心忍受，并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从希伯来书第10章这背景很清楚，他们这些受众是遭遇了这方面的一个困难逼迫，以致他们信仰有动摇，甚至有一倒退。那么这封书信的作者就要勉励他们，
要刚强，要站立，要得胜。还有呢，就是犹太人毕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王国的，而罗马帝国呢又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所以外面的影响还有第二方面呢，是社会的影响。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在家庭婚姻问题上有问题。罗马是一个腐化的一个社会，尤其这种上层奴隶主等等，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淫乱的、混乱的现象。还有呢，罗马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一个帝国，作者劝勉他们要知足，不要贪财，不要迷恋于世界的金钱。这就是社会的影响。刚刚讲的是社会带来的侮辱、逼迫，这里还有一种渗透的作用，以至于他们的信仰上遇到困难。那么内忧呢？内忧是着重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二节，就是说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当时有个潮流，有个大流要摧毁冲淡他们的信仰，尽管他们一度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了，但有这样的忧患产生在这群人当中。还有希伯来书又讲到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谁知道有人将上帝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哦，又有一个危险，是吧？有些人是教导那些异端假道，并且成了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这是一个内部的忧患。信仰一动摇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只能怎么样吃奶，不能吃干粮。还有更多的人呢，因为不信根本还没有进入安息，表面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了啊，已经信耶稣是弥赛亚，信基督了，但是内心还没有真正的平安。当然尤其在内忧外患当中没有平安，所以没有进入安息啊，这是在希伯来书里。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说，我们应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地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些都是希伯来书所啊引用出来的经文，你就看到当时这些犹太人那一般曾经有过信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一般人，是在内忧外患啊，在种种的苦难逼迫，尤其是内在已经没有一种真道的喂养，相反异端左道啊，相反种种的说法在搅扰他们，使得他们不能长大成人，只能像吃奶的婴孩啊，还不能吃干粮，只能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而没有进步的一直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我想这点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一再的说，我们学习圣经一定先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情况，但一定要结合到今天。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希伯来书呢？而今天那光景是不是跟那时候也很相像呢？在我们的信仰上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好吧，既有外面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入了教会啊，贪财、贪名、贪利，家庭、婚姻啊问题上都出现很多的情况，又有怎么样呢？又有这些不幸的人的辱骂、逼迫等等，有没有？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情况。有人就说，在我们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教会是最软弱的。为什么？啊，
用很多的时间去吃喝玩乐啊，看电视啊啊等等，而聚会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更少，传福音的日程也削弱了，这点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值得我们警惕的。一度很多人愿意献身，愿意读神学，现在对不起，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内忧外患，但不等于说上帝没有保留七千个，是没有向巴黎学习的，没有向世界低头的，没有这样委曲求全的，不敢传福音的，不，有，上帝有一般人，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下今天整个的情况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学这个是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先读两节圣经，第一节我们上次已经读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凡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六节，我们读圣经不是啊，把圣经当作啊这个故事书啊、历史书啊这样的读一读就算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结合着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节圣经，好吧？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我想换着我们不要紧，我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是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吗？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喜悦。但我们可能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做基督徒了，我加入教会很多年了，很好，但我们必须要审查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那么怎么样来衡量呢？如果我们不是可弃绝的，就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耶稣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基督什么意思？就是受膏者，是君王。耶稣基督有没有做我，在我内心做我的救主，而且做我的君王，管理我的一切。我有没有把眼光就停留在人身上，停留在世界上的君王身上，还是耶稣基督做我的君王，而且我们盼望他的国度来到，我成为他的百姓，而且要跟他一同做王，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就结合着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好吧？这个被称为信心的诗篇，这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但我要讲，今天圣经分章分节是在有圣经以后几百年以后才有的，原文圣经是一气呵成，不分章不分节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之前，最好再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一段，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下面就讲到第三十五节，前面就讲到他们所受的困难，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是使徒保罗就劝勉他们，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在英文是不可丢弃信心啊，您不可以丢弃信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主说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下面刚刚开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所望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等等。这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不可以丢弃信心和勇敢的心，不可以丢弃。而且圣经讲，等我们行完上帝旨意，就一定会得着所应许的。可能现在还没有得着，但是如果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我们是不是相信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走完了这段天路历程，一定会得到所应许的。那可能等了很久，尤其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第一，我们既不要这个狂热啊，耶稣明天就来了啊，或者自己想出一个哪一年，我们不要狂热。但第二，我们千万不要想，我已经信主做基督很多年了，我也等了很多年了，怎么还不再来？这里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并不迟延。那么下面很重要一点呢，只是义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基督教的第一步就是信心。信什么？不是信你信我，是信人，是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有永生的盼望和天国的应许啊。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有没有可能退后呢？有人常常讲着，我说基督徒可能这天路历程，我们的灵生不可能是像直升飞这样一直上的，有可能有点上下，但是我们的这样有可能，但不能这样。因为下面就说啊，我们退后了，主的心里就难过，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成人。因为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来不是要毁灭世界，是拯救世界。这里所以就讲，他若退后，我心里就难过，不喜欢。而只有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喜悦，对不对？有信心得他喜悦。但是这里说，我们却不是退后若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人。我想我们必须要注意，对不对？一个基督徒说从来没有退后过最好，但是不一定完全是事实。我们可能有些起伏，有可能，但我们的这方向应该是这样，在行走天路历程越来越向上的过程，可能有点起伏，但千万不要吵架，退后会成人的。千万不要相信有些人讲不要紧了，相信主耶稣都得救了啊，永远保证一次得救永远的，没有这事。这里很清楚，退后会进入成人的。如果一直退，耶稣讲在前呢可能会在后，但我们就是在后了，不要灰心，不要接受撒旦说你没有希望，不，在后的还可以在前，但是在前的要警惕可能会退后。但一旦发现自己退后了，我们不要失望，不要绝望，更加不要怎么样，从此一蹶不振。相反，我们要是发酸的腿、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挺起来，把路再修直。但千万要注意，退后会沉沦的。我们应当在一个时代的潮流当中，在一个信仰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做一个中流砥柱。大家有些有过经验，如果在河里面你退一步，你顺着这个，你如果
不力争上游，只甘居中游，甚至于甘居下游，一直冲下去，没有。所以这个是我想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的诗篇之前，我们必得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尤其不单单是2000年前的犹太团体的一个处境，也今天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圣经来看一看，好不好？第十一章第一节是一个信心的定义。信心不是看见的就不是了，我们是因为没有看见。包括什么？包括很多没有看见，对不对？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直接看见。耶稣去钉十字架呢，今天对我们也没有看见。就是看见人是不是相信耶稣的牺牲就是为了我们呢？也不一定。所以第一节就是信心的一个定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信就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都是没有看见的，是盼望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实底，一个结局，这个很重要啊。最近我看有些人用一个现代的一个比喻的说法，这个也蛮有启发的。大家知道现在有的时候在天上的飞机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有降落伞，是吧？或者有的直接就是训练做伞兵的就降落伞。哇，你从天上哇10000公尺哇，或者至少几千公尺，你说窗口跳下去，跳下去哇很危险的哦，降下去。但他身上如果有个降落伞，说跳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伞是会打开的，但你跳的时候有没有打开啊？没打开，没打开，一直要啊到了一定的高度了，他这伞才会展开。你相信不相信啊？你不相信你不敢跳，这是绝对的事情，对不对？我去送死啊，但你相信的就知道有一个设计，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伞会展开，让你平安的落地。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刚刚讲的只是一个生命的危险，但圣经里面讲了上帝将来给我们永生，给我们一个没有悲哀，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只有意义的一个新天新地。相信不相信？信就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感谢主。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讲科学科学，哎呀我不相信啊、信仰的，我没有信仰的，我相信科学的。因为科学怎么样？经过试验的啊，而且可以重复实现的，第一次试验啊成功了，再次还会成功。有人说你们信仰，信仰有没有？有。信仰不是在试管里面，不是在烧杯里面，不是在一个仪器里面，信仰的确据是历代的圣徒基督徒的经验。这里说紧接着古人 elders 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证据，还不单证据是美好的证据，不单是一个人，这 elders 很多很多先贤，我们等会下面就会讲。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常常祷告说：“主啊，我信。”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可能还不足，求主帮助，求主怜悯。但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第一步，必须要有。没有的话，其他不要讲，对不对？其他讲也白讲。这是第一点。信什么呢？这里面就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 universe 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上帝是创造主，这个是一个根本的根本，对不对？你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是一个进化论者，你是一个怀疑论者，你不相信这个，你下面什么上帝的救赎啊，什么天国啊，都不要讲，没有。但是这个信在今天受到挑战，可能在我们心中有的时候受到冲击和挑战，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说这个诸世界这个宇宙是不是用看得见的东西造成的，这个面包是用看得见的面粉啊或者发酵粉啊那个造成的，看不见的。但我们又必须要相信，对不对？我曾经讲过了，我现在所在的房子我没有看见工程师啊，他的图纸我也没看过啊，工人照的时候我也不在啊，但我相信一定是有设计，一定是有工人在制造，对不对？何况工人所用的木头从树来的，树哪里来？所用的水泥从矿石来，矿石哪里来？这一切，而矿石不会拼成一个房子，树木不会造成一张板凳，所以这里说所见之物是从看不见东西，这点是非常奇妙，对不对？啊，一般的人都说啊，用这个来造成那个，但圣经讲，上帝用他的大能，上帝用他的全能、全柄的权，来制造了这个宇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固然这要信心的，因为人说哎呀，眼见为实，要看得见的才实在，我要摸得着的啊，我要看得见，我要听得到的，我要尝得上的，这才算。但能量，今天一切的物质最后都可以成为能量，好吧？成为热能、光能、电能，甚至现在的原子能等等。但上帝就是开始用他的全能，两个全啊，一个是完全的全，还有一个是全柄的全。我已经讲过了，你做个排长只能调动一排的人，做一个团长可以调动一团的人，做一个三军的司令，最高的统帅，他也同样一句话，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对不对？全能全柄的全，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当然他还有的是全能，人正能够用这种物质的人，但上帝的能现在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现在有暗物质、暗能量等等，所有能量的来源都是上帝，但是他的全能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成全我们，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看下面好不好，这第一段是关于我们的信仰以及信仰的一个基础。你如果连上帝的创造都不相信，那么什么上帝的救赎啊你也不会相信，对不对？一定，这是一定。好了，下面我们再看看下去啊，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是人类的第二代，按照圣经记载，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亚当夏娃知道自己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和命令，犯了罪，罪进入了世界，进入了人间，进入了人心，必须要接受基督的救赎。他们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羞，那不解决问题的。无花果树叶子今天在文献就当作遮羞布，今天
还绿，明天差一点，后天发黄，再后天枯了，掉了。意思就是说，人要遮掩自己的罪，要做遮羞，都是短暂的，没有最终的功效。上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既是御寒，因为天气凉风他们感到冷，更加是耐久。最重要的是说，预表着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做人类救主，要为人牺牲。当时用应当相信是用羊皮啊，亚伯就是牧羊的，他献祭就相信救主要来，知道自己是罪人，如果没有救主要来救他，罪的工价乃是死。但谁知道圣经记载是非常的精确，他的兄弟哥哥该隐，哇，上帝悦纳我弟弟的献祭，不悦纳他。其实圣经讲上帝是悦纳亚伯跟他的祭物，上帝不悦纳是该隐和他所献祭。他的祭物里面既没有血，既没有牺牲，意思这并不仰望将来要来的救主，而且他骄傲，我的植物不好，我的素菜不好，我的瓜果不好，骄傲就生嫉妒，嫉妒就生仇恨，仇恨就凶杀。这是非常悲惨的一段记载。人类的第二代，亚伯是第二代，就开始了今天常见的杀戮，对吧？大致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小至家庭的纠纷、家暴，还有啊社会之间的凶杀，还有杀人不见血的杀，还有借刀杀人的杀，在今天世界泛滥，人类第二代。那么亚伯呢，就因信就称义。你看这里说啊，就得了称义的见证，上帝悦纳他，因为他相信救主要来，他知道自己有罪，必须要有救主。这第二代，信心重要不重要？很重要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喜悦。人要有平安，耶稣就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唱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上帝喜悦什么人？就相信他。如果一个孩子都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了、母亲了，那他父亲母亲还会开心吗？不可能。所以好了，在下面第五节，以诺因若信被接续，不止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续了，只是他被接续之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以诺是第几代呢？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按照犹大书啊，我们看犹大书启示录前面就一章的犹大书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情，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撇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啊，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这里肯定的，亚伯是人类第二代，以诺是第七代，七世孙第八代。但是当时怎么样？从刚刚所读圣经，当时有一些是怎么说刚撇话，做刚撇的事情，很败坏的人。但以诺已经相信怎么样？基督必定要再来，而且要施行审判，要刑罚那些抗拒真理的人，很清楚。
那以诺，不要说离将来基督福音有多少，离现在都已经几千年了，但他相信了，他相信了，对不对？尽管在一个恶劣的时代，尽管在个世风日下，尽管在周围很多人的谈吐、很多人的行事作为都是非常败坏的，以诺相信亚伯可以被该隐所杀，总归是罪先攻击义，坏人先攻击好人，但是以诺相信义永远不会消灭，罪恶永远不会得胜，尽管周遭的环境不好，信心，信心。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想到这些，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环境，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罪恶，我们灰心丧胆吗？我们就对正义的坚持就动摇吗？不，应当要坚持，对不对？信心，以诺是这样，七世孙呢，就是第八代，挪亚呢，挪亚是第十代。挪亚时代已经人非常的劳苦心酸，不论体力，不论人的内心，所以他的父母生出来以后把他取名叫挪亚，什么安慰者啊，安慰者会来到，但很遗憾，非但挪亚传的信息他不接受，洪水要来他不听，对不对？当时怎么样？当时的世界可以说人是离弃上帝，拜偶像，结果呢，在生活当中主要是两方面的罪行，一个是暴力，第二是色情。你如果看创世纪第六章就看到这点，人终日所思想从早到晚尽都是恶，这圣经的话，从早到晚，从里到外，从心是意念到外面的言行举止都是败坏。今天的世界怎么样？以前有人讲好莱坞的电影啊，没有色情，没有暴力，没有人看啊，大家再看看其他吧，好吧？今天世界也是这样，而真正能够进入方舟，能够躲过洪水的灾难的，有多少人呢？当时就挪亚一家八口。当然我们不要说就八口人的救，有人先安睡，这是另外事情，但是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挪亚时代我们就讲到这个创世纪了，刚刚讲的都是创世纪，亚伯、以诺、挪亚都创世纪，除了先祖时代，这个可以说史前时代，来到了先祖时代，创世纪十一章第八节开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就讲到谁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而犹太人最尊重的两位，一位是亚伯拉罕，那位是他们先祖，不错，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犹太人先祖，所以讲到亚伯拉罕还有他的以撒、雅各是他的儿子孙子，对不对？这个第十一章啊，就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的思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下面讲到亚伯拉罕还要献以撒的事情，那么一步一步讲起，这非常有价值的，就怎么样呢？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甚至讲到约瑟，讲到约瑟。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是出加勒底的乌尔。今天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已经把乌尔城发掘出来，那是个在几现在四千多年前一个相当繁荣的一个城市，今天被挖掘出来，不过是拜偶像。上帝呼召他要离开这个拜月神的一个地方，那去到哪里呢？上帝没有说啊，去到华盛顿，去到上海，去到没有，出去的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上帝是说，我将来要带你到我应许你去的地方，不简单了，不简单。而且他开始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撒拉也过了生育年龄，上帝允许他不是你亲生儿子不算你的后裔，因为将来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尤其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救主要得福。哇，信心啊，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有了孩子，而且将来要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今天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了？已经有二十几亿人，我只点一点，我们教会里已经超过两千多万人。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成为有信心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后裔。嘿，但紧接着下面就在要他献以撒，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使人欢笑的以撒，要去献祭。但亚伯拉罕，你如果读十一章，就他相信上帝或者能够叫他死里复活啊，这里很有意思的，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等等，这都是信心啊，不是简单的信心就得蒙上帝喜悦。犹太人最尊重的一个是亚伯拉罕，他们先祖啊 Abraham 啊，在伊斯兰国家翻译作伊布拉辛，伊布拉辛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么今天很多人也都是用这个名字，叫 Abraham Lincoln 等等。以色列另外一个最尊重领袖就是摩西，他们摩西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他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因为当时法老要虐杀以色列族，叫收生婆，凡是男的都把他弄死，女的让他们将来做用人做婢女。但是他的父母看到摩西身价很俊美，不怕亡命，藏了三个月。后来这故事大家都熟的了，对不对？不得已了，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篮子，涂上了石漆，免得下沉，放在尼罗河，就给法老的公主娶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些这里就讲摩西长大了，我们看这个啊，二十四节，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因为他的母亲啊，他的姐姐很聪明，问这个公主要不要找个奶妈，去找到自己的妈妈，所以他有好几年在妈妈的身边长大的，一直到了大了被法老的公主接到王宫，接受文母的教育，但他的母亲告诉他，你们的祖宗，我们的民族是受歧视受虐待的啊，要被毁灭的，但上帝拯救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祖国的同胞。好了，他长大了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要得着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读这段很有价值的，对不对？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做漂泊在旷野的，而且是遭受这些以色列人的埋怨啊、试探啊、辱骂的等等。但是摩西怎么样？宁愿怎么样？与为基督缘故承受这苦难，不愿意享受最终的暂时之乐。在法老都死了，今天找出来这木乃伊，今天就算是金字塔也是一个石头而已。但是摩西就是这样，对吧？那么后面就讲到还有系列的啊，他就提到一个拉合，大家看三十节，拉合因为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一同灭亡。就后面就讲到出埃及的过程，对吧？出埃及过很有意思。第一，拉合是一个女的，救恩永远是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至于贫富，有犹太人，拉合不是犹太人，对不对？甚至从人看来，他是一个社会的底层，是个妓女，但他有信心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他的名字，还讲到有约书亚，为什么呢？约书亚名字没有提，讲到耶利哥，耶利哥是当时一座非常大的城市，现在考古已经也找出来了，对不对？旧耶利哥。那么耶利哥，上帝叫约书亚带着人叫围绕每一天走一圈，第七天这个耶利哥找他，果然如此。我觉得提这三个人在先祖以后就提到摩西时代，出埃及时代提到怎么样？摩西提到拉合，提到围绕耶利哥带领为约书亚，有老人也有青年人，有男的有女的，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好了，下面就四十了，第三十二节，我又何必说呢？那耶西说基甸、巴拉、参生、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是时候就不够了。我今天女儿讲，如果我要仔细讲，时候就不够了。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如果我一个一详细提，就时候不够了。那么四师他提到了基甸，提到了巴拉，提到了参生，提到了耶夫他，还提到了撒母耳，对吧？撒母耳君王呢，他提到大卫，大卫先知呢，他名字没有提，但是你可以看灭了狮子的，堵住了狮子的口，这谁啊？我们都知道了，但以理先知啦，因着不遵王的命令，像摩西一样啊，怎么样？只听从上帝的命令，结果被丢在狮子洞里。这故事我们大家都熟的，对吧？还有什么呢？灭了烈火的猛士，谁啊？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不拜大金像，不拜偶像，被丢在火窑里面。有一位神子，好像神子与他们同行，他们在火中游行，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刚刚从创世纪，从先祖讲到出埃及，讲到怎么世事和君王时，一路路讲过来，因为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下面还提到，下面说，在下面啊，第三十七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据说先知撒迦利亚是被石头打死在圣殿里，而被锯锯死的，我上次讲过，以赛亚先知是被锯锯死，被马拿西这个恶王手下锯死的。所有这些怎么样？他们都是因信，信什么？信上帝创造的大能，信上帝是生命的泉源，信死了，信他的也必复活。去信谁？信，尽管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国度可能是不正或者邪恶，但是上帝最终的国度要来到，这就是信仰。这也就是今天你我要信的，你我不信了，那圣经要不要读了？对不对？
在世界上只有失望，失望，失望，最后叫怎么样？绝望。哪怕希望，希望，希望发财，希望致富，到最后穷途潦倒，到最后六寸地皮，今天可能六寸都比六寸一骨灰盒。这就是信跟不信之间的一个差距，对不对？好了，有两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里说这些人是第三十八节，十一章三十八节，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真的不配有的人。他们怎么样？你如果读读前面，他们忍受喜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啊，披着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等等。但是他们呢，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群星等等，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这等人世界不配有人。固然把他们锯死，把他们石头打死等等，他本来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不配有的人。而还有一句呢，是上面所讲的，就说怎么样，圣经讲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这是在上面这里面就讲，对不对？第十六节，十一章十六节，这两句非常好。有一等人，有信心的人，尽管受苦难为信仰，他们世界本来就不配，他们不与世浮沉，不同流合污，哇，本来世界不配有人。第二呢，上帝被称为他们上帝也不以为耻。今天有人说你信基督徒啊，你信宗教啊，啊你做啊，哎呀那落后啊，啊这个无知啊，但他们不以上帝为羞耻，相反以荣耀。所以上帝看重他们，而他们称上帝为上帝，是他们的创造主，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不以为耻。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两句话使我想起怀斯韦一句话，说世界上最大的需要就是人，人还不多，今天据说有78亿人，对不对？我如果扳着手指1、2、3、4，100年都数不完78亿这个数字。人还不多，多但是还缺少，缺少什么？世界上最大需要就是人。什么人？就是怎么样，忠心正直、天良不昧，就能够指使罪名而无所奇谈，忠于职守，如慈真像慈济的人，虽然诸天群覆，仍然能坚持正义人。他们是不能被毁落毁满，也不能出卖，不能出卖自己，出卖良心，出卖真理的人。怀斯韦这句话，我一度把它当作座右铭贴在我办公室。今天的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不配有人，他们可能会受苦，可能会被赶出，因为他们本来当作自己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他们要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为他们所建造所设立的。上帝称为他们上帝，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以为荣，因为上帝是这样的爱他们，上帝是这样的公义，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全能。哈利路亚。所以英文圣经最具当中的一节是诗篇啊108还118篇，投靠耶和华强过投靠人，投靠耶和华强过投靠王子。这就是信仰的中心，信靠、投靠、倚靠，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啊。好了，最后我这里很简单的讲一讲信仰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解决称义的问题，亚伯是这样，以诺也是这样，亚伯拉罕信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次创世纪十五章所讲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章节。第一个要解决我们称义，我们都是罪人，但有了信仰，信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称义。第二个
信仰解决什么呢？生跟死的问题，都要死。除了摩西是死后被主复活的，以诺是活到升天，但其他都要死，就解决了生死问题。为什么呢？以诺生前就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亚伯兰献以撒的，他相信上帝能叫他复活。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解决生死的问题，而生是现实，死是必然，对不对？如果耶稣不再来，连着我们都会要安睡。但世界上没有希望的人，我看了多少微信，就说：“哎呀，最要紧就是要健康啦，啊，就是要啊，最要爱惜的就是你自己啦。过去你爱惜过儿女啦，等等啦，等等啦。”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话，没有永生盼望的人就是今生，今生那就是这些。信仰要解决，第一个是罪恶的问题，我们要称义；第二个要解决生死的问题，我们有盼望，有依靠。尽管这些人虽然死了，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盼望之篇里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啊。第三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在天国还没来到，我们的人生的前途、福乐跟得胜的问题。刚刚从摩西、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出现不知道到哪里去，但上帝带领他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摩西也是如此，不把埃及的繁荣富贵都当作没什么。保罗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这个至宝。所以要解决的就是说名利地位居所的问题。刚刚这些先祖都是包括名，包括利，包括地位，包括居住的环境，都是要解决，对不对？信仰就帮我们解决这几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信而从主，相信还要服从主，遵从主的旨意和他的安排和他的带领。尽管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天国来到，信就所望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在开始的时候读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一段，就第十章最后一段。今天我结束的时候再读一段圣经作为结束。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亚伯、以诺啊、亚伯拉罕、摩西等等，再多说的时间都不够了。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不要忘记，尽管在我们今生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有些苦难，有些是外界带来的、社会带，有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上帝要管教我们。但上帝爱你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愿我们能够相信、听从、顺服天父的旨意和安排，做一个有信心的、有忍耐到基督复临那个基督徒。求主赐恩。好的，我们下次再学习盼望的诗篇。